Kiki， 嗱，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？最近咧，肇慶嘅熱度啦，再次爆咗起身喎。咁所以今集咧 ，Kiki 帶大家嚟到肇慶新區呢度啊，嚟睇下我後邊嘅呢一個樓盤就係時代年華啦。嗱，喺肇慶呢度咧，其實係好少數嘅樓盤啦，係會做呢個香港直貸嘅喎。而我後邊呢個時代年華咧，就係少數中嘅其中一個啦，係啦，佢可以做呢個香港直貸嘅。咁手續方面咧係非常之便利嘅喎，可以一系列全部喺香港搞掂曬啊，並且仲可以一個比較低嘅水位就可以上車啦。所以今集咧帶大家咧嚟重温一下時代年華嘅最新情況啦，走。OK， 入到嚟售樓部呢度咧，就會請到我哋一個內部銷售啦，阿官哥，係啦，咁啊同我哋去重温翻依家最新嘅一個情況嘅，嗱，咁啊喺了解翻我哋最新嘅在售情況之前啦，阿官哥，咁我哋就嚟重温翻啦，我哋成個一個交通情況先。好，冇問題。咁我哋睇下上面個大屏幕。咁啊，其實咧，香港嘅觀眾咧，無非最在意就係點樣翻香港。係啊，咁由我哋時代年華咧，去到呢個肇慶東站。啊、大概如果自己揸車或者搭的士咧，12分鐘嘅車程、啊。公交車嘅話咧，24分鐘。咁嚟到呢個肇慶東之後咧，搭高鐵咧，個半鐘咧係可以直達呢個香港西九龍站噶啦、哦。個半鐘就可以去到啦。所以咧 ，total 咧，你可能由香港一路翻到嚟年華咧，可能笠曬埋咧2個鐘頭，可能都差唔多啦、啊。加埋中間嘅時間。啊，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對於外區嘅交通。咁如果你話，想成日去下肇慶，比如去下端州啊、啲牌坊廣場、七星岩啊，或者係去鼎湖嘅萬達啦、啊，咁其實都好方便嘅，因為咧我哋時代年華周邊咧有3個巴士站，咁呢啲巴士站咧都係可以去到萬達啊，甚至係端州嘅七星岩，你都係有直達嘅巴士。各個商業配套同埋一啲比較出名嘅旅遊景點。係啦，冇錯，全部都係可以去得到。啊，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一個簡單嘅交通嘅介紹啦，係啦。OK， 咁我哋依家嚟睇翻我哋呢個配套方面啦。冇問題。咁啊，時代年華咧係喺呢一個位置。咁其實呢一個地理位置咧，我哋係屬於肇慶新區，啊，所以你可以享受得到未來新區發展帶嚟嘅一個紅利。咁同時咧，我哋係緊挨住呢個舊城區鼎湖區嘅。啊，因為其實鼎湖區同肇慶新區嘅分界線咧，就係呢一條鳳凰大道，冇錯。咁樣咧，我哋喺呢個位置咧，咁樣啊，因為依家新區2017年先開始打造，所以相對嚟講，好多生活上嘅配套佢未係好完善。但係我哋呢度就唔緊要啦。啊，因為我哋過翻對面咧，可以用翻舊城區生活配套。即係相對呢個位置嚟講咧，就係啱啱好嘅。係啦。一邊又可以享受翻舊區現成嘅一個配套啦，冇錯。然後往後咧，亦都可以去享受新區嘅一個政策一個。係啦，而且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年華咧，從項目嘅位置上係屬於新區嘅。所以未來咧，你要入户又好，或者係小朋友要讀書又好，都可以享受翻新區嘅政策。所以呢一個對於如果係一啲投資嘅客人咧，就比較重要啦。咁啊，就要講下配套啦。第一，行政配套呢、這個就好方便，我哋隔離呢個新區管理委員會，佢目前咧係全新區嘅一個行政服務中心。未來客人嚟到咧，佢要辦一啲通行證又好啊，或者係一啲水電煤房產證呢啲，全部都喺我哋隔離呢度辦嘅啫。咁醫療配套咧，1100米可以嚟到目前肇慶最好嘅三甲醫院，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，舊年年底已經正式開咗業啦。咁呢間醫院隔離仲有一間北大醫療嘅康復醫院，咁呢一間會喺2023年開業，佢係一間比較高端嘅療養院，呢個係醫療配套。啊，自然景點方便咧，1300米嚟到鴛鴦湖公園。啊，然後1800米嚟到長利湖沙灘公園。1500米咧，可以嚟到未來建成嘅呢個嶺南水街啊，然後大概3公里咧，可以去到卡洛星球主題樂園。咁如果中意爬山嘅朋友咧，5公里10分鐘嘅車程咧，可以去到肇慶出名嘅鼎湖山。咁如果去商場嘅話咧，比較近嘅1300米麗港新天地入邊超市、電影院、餐廳都有噶啦。更加大型啲嘅咧，都是5公里10分鐘的車程，可以嚟到呢個鼎湖的萬達廣場。
咁如果係去街市買餸咧，離我哋比較近嘅街市有兩個嘅，一個咧稍微規模冇咁大嘅600米，就喺我哋十六部呢度出去斜對面。斜對面。係啦，呢度有。中學嗰度。冇錯，呢度有個水坑二市場。哦。咁如果話想去大型啲嘅街市咧？1100米過咗呢個定湖中學，再過一條馬路嚟到呢個桂城中心市場，1100米、啊、所以咧生活配套整體你需要嘅嘢咧，基本佢全部都有，而且目前就有，係啦，而且係目前就有，目前就已經有噶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一個生活配套。明白。我想重新問一下，我啱先唔記得咗，喺我哋樓盤呢度過翻去呢個肇慶東站要幾耐話？5到10分鐘啊！我哋呢度咧，如果你係自己揸車或者搭的士咧，12分鐘咁。12分鐘，咁精準嘅12分鐘。因為我哋都成日過去啊，因為其實依家肇慶咧只有肇慶東一個高鐵站嘅啫，即係你依家喺嗰度見到嗰啲肇慶站啊、端州站啊、定湖山站啊，嗰啲咧都係輕軌站嚟嘅，就唔係高鐵站，所以我哋要搭高鐵都係嚟呢度，所以都去得比較多。12分鐘 ，OK， 可以去到肇慶東站。嗯，好明白。咁我哋依家過翻去樓盤嗰邊，好，去了解翻我哋依家最新嘅一個在售情況。我哋依家一共賣緊幾多隻積啊？其實我哋依家一共在售嘅咧係5個單元。5個。第一個最細嘅咧係73方嘅兩房一衛。73嘅。咁第二個咧就係89方嘅三房一衛。咁第三個咧就係97方嘅三房兩衛，然後係南北雙露台嘅。哦，97啦，冇錯，97就可以做到平時人哋起碼81平方以上嘅一種户型。係 ，OK。咁然後咧第四個户型咧就係100方嘅三房兩廳兩衛，但係佢就一個陽台，但係佢個廳係比較大啲，100方。咁樣嘅最後一個户型，第五個户型咧係129方嘅四房兩廳兩衛，然後都係南北雙陽台。雙陽台嗰只。冇錯。Okay。 咁依家我哋在售一共就係呢5個户型。好。咁啊，同你講下我哋依家在售嘅貨源喺邊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咁啊，其實咧依家大家都見到我哋上面，其實我哋呢邊咧係我哋嘅一期啊。咁我哋一期嘅交流時間一樣嘅，2023年嘅6月14日之前，即係明年嘅明年年中，即基本上其實有可能今年年底都會有樓售嗰種。都有可能，係啦，因為其實你依家出到去見到我哋一期依家呢啲全部封曬頂。係啊係啊，我見到已經起好曬㗎啦。係啦，咁樣咧，首先2棟同3棟前面嘅02呢度咧係有尾貨嘅，2棟同3棟嘅02加埋有10幾套。咁點解一開頭就講呢個呢？因為呢個係最平啦。這個呢是我們去年年底申請了未貨的特價，所以它可以去到呢按揭的話6900元的單價。6900元的單價，沒錯，如果是一次性的話可以去到6400、6500元。大家記住這個價錢呢是大裝修的。大裝修，哦，6000多大裝修。是的，所以呢如果去比較了解新區的樓價的客人呢，就會知道六字頭大裝修的樓盤的單位呢就這裡了，就只有這裡有。只有這裡。你可以去看看。真的第二個樓盤都沒有。沒有，是的，沒有。這樣呢，然後呢就是8棟這裡。8棟這裡呢，02呢，那些100方的三房兩衛，都是還有10多套。咁8棟嘅03咧，係嗰個4房嘅，4房就唔多啦，4房咧就得翻四，即係129嗰只。係啦，嗰個咧就得翻5套，分別係2、3、4、5樓，同埋仲有套14樓。哦，2、3、4、5、14，都冇乜樓層㗎。係冇咩樓層啦，咁樣，我哋主要嘅貨源咧，依家係集中喺10棟，因為10棟我哋係3月12日先開盤嘅，咁佢主要嘅貨咧就係10棟01、02。89方嘅三房一衛嗰只户型，咁呢一個咧，佢係正南向嘅露台，望泳池，同埋咧佢啱好喺中間呢個空位呢度，樓間距咧係超過130米嘅。係咯，啱好對住呢個二棟呢邊係比較遠。冇錯，咁樲咧，03咧就係嗰個97方嘅三房兩廳兩衛南北通嘅户型。咁樣咧，佢嘅景觀咧，南邊嘅細露台望內園啦，北邊嘅主露台係望鼎湖山。鼎湖山喎，係啊，我見到嗰個鼎湖山喺後邊。冇錯，係望鼎湖山嘅。咁樣咧，11、12棟其實都有貨嘅。11、12棟咧一樣都有03、04，就係97方嘅三房兩廳兩衛南北通陽台啊。咁樣，然後01、02就係89方嗰只啊。咁但係咧，我哋呢排都會主推10棟。
因為十痛咧目前仲係享受翻三月份開盤嗰個開盤特惠價嘅優惠價，係有一個額外嘅九五折，所以十痛嘅01、02、03咧按揭嘅話咧單價咧大概就去到7900元左右。7900元左右，我89嗰只7900左右。97都係。97都係。咁如果一次性咧，大概就去到7300到7500元左右。7300至7500。係啦，咁呢一個咧係我哋目前嘅在售嘅貨源，其實主要啦，集中就係喺十棟。即係依家五個面積入邊，其實較為居多有得揀嘅咧，都係呢個89同97，冇錯。哦 ，OK， 咁即係啱先講到嘅75啦、129啦，包括呢個100啦，都冇乜㗎啦。係啊，啱好嘅。73同129一期都係得翻五套，都係得翻五。嗱咁樣啊，73嗰個咧有2345同15樓。差唔多啫，同一係啦，然後129咧，2345、14，係啦，係啦。啊，咁其實比較多嘅貨咧，其實就係89同97。嗯，冇錯。好，明白。好，咁我哋依家就上去睇呢個示範單位。好，我哋先嚟睇呢一個89平方嘅一個三房一廁先啦。係啦，三房一廁嘅。咁啊，麻煩啦，光哥啦，同你我哋講下呢一個交流標準。OK， 咁我就攞呢個樣板房為例咧，去講下個交流標準啦。咁首先由門口呢度，個門就一模一樣噶啦。啊，嗰陣時交流就係呢種門，咁都係呢種機械鎖啊。我哋呢度係機械鎖，唔係電子鎖嘅。係咯。啊，點解冇智能鎖？咁佢呢可能係呢度啲人唔慣啊，或者係公司考慮啲成本問題啦，係咯。因為依家有好多樓盤基本上都係啲咩3合1、4合1。係，冇錯冇錯。但我哋呢個交流係呢、這個，如果嗰陣時可能需要電子鎖啦，要自己。咁樣啊，入户花園呢度咧，除咗呢個裝飾物同埋呢兩個櫃係冇嘅之外，其他係一樣嘅。呢啲拎得走嘅肯定係冇嘅。意思即係話，其實呢度就空溜溜咯。就係冇呢兩個櫃係冇嘅。好，明白。咁樣，然後嚟到呢度咧，當時交流呢邊仲會有一個鋁合金邊框嘅玻璃門喺呢度。哦，呢度會有個門。係啦，佢就會隔開呢個入户花園同你個廳啦。到時個門係開呢邊啊？咁樣開嗱，佢呢度咧，你睇翻呢邊啊嘛，嗱，佢呢個框咧喺呢邊，即係咁樣開咯，係啦，佢呢個框喺入邊出邊嗰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電掣嘅位置嚇，呢啲都裝好噶啦，電掣嘅位。咁下面咧就係網線、電話線嘅位置。呢一個咧就係大堂聯繫嗰個中控嘅，咁呢啲咧都係一樣噶啦。咁睇下個廚房，咁廚房嗰陣時交樓嘅門同呢個一樣，啊，吊頂嘅木框嘅玻璃門。啊，同呢個係一模一樣噶啦。比較下邊比較容易打理啦。係咯，因為佢吊頂啊嘛。咁入到嚟廚房呢度咧，其實廚房咧基本上可以講差唔多係全包啦。啊，咁電器嘅話咧，我哋係包咗呢個抽油煙機同埋燃氣爐。啊，呢個係有嘅。咁上面嘅呢一排吊櫃同埋下面嘅呢一圈地櫃咧，包括呢個石英石嘅操作台面、雙星盤、窗。呢都係有曬嘅，呢嚿有冇啊？啊，都有嘅，都會有嘅。除咗呢個都冇。冇錯，咁樣包括上面嘅天花啊，同埋燈啊，同埋依家你見到嘅地磚，包括牆面都係一樣噶啦。所以呢個廚房嗰陣時，其實就自己買翻啲廚具啊，再買埋電飯煲、買翻啲微波爐、沙煲冷撐翻嚟就用得啦，就 OK 噶啦。因為廚房基本係全包。好，咁啊入嚟睇下個廳。咁啊呢一個89個方咧，雖然佢少咗個洗手間。但係咧，呢一個户型個廳係特別大嘅。係啊，我入到嚟都覺得好大啊！呢個户型嘅廳嘅縱室個闊度啊，個開間咧，其實係仲闊過97嗰個嘅。97嗰個嘅開間咧係3.45米。呢個係咪有？呢度係3.6米，係啦，呢度係3.6米嘅。咁樣咧，大家睇下呢個廳嗱，首先地板一樣嘅，交流就係呢種地板。咁啊，牆面嘅話咧，亦都係呢種牆啦，啊呢種牆。咁樣咧，上面嘅呢一圈咧，睇慣時代嘅樓嘅都清楚啦。呢個就係我哋嘅水電名裝啊，水電係喺上面嘅。未來水電要維修啊，要檢查拆呢塊板就得啦，唔使破壞地磚。地腳線就一樣，都係呢種鋁合金嘅地腳線。咁睇下呢個陽台，咁我哋目前所在嘅呢個樣板房咧，
是在三棟的301，嗯，啊，即是在做特價的這個，沒錯，未貨特價那個，嗯，那三棟的0102呢，因為我們是對著外面這條貨航大道，所以我們交流呢就是好像這裡這樣呢，是做了封閉式陽台的，哦，封窗的，沒錯，交流就是這樣的了，嗯，那這個封窗出來之後呢，當時這一面的櫃是沒有的，其他東西一樣，啊，這一面的櫃是沒有的，其他啲地板啊，包括呢啲啊，同埋牆壁啊，呢啲都係一樣啊。啊，封好曬。係啦，呢啲係封好，都係雙層隔音。咁如果大家如果係話揀十棟嘅89咧，咁就係正常開放翻嘅陽台啦，因為嗰個係望內園嘅。好。好，咁啊，睇下呢個洗手間。啊，咁洗手間就唔使介紹噶啦。洗手間咧，你除咗嗰啲沐浴露啊、杯嗰啲裝飾之外，其他嘢係全包。拎得走嘅，拎得走嘅都唔係你嘅。其他就全包噶啦，包括鏡啊嗰啲都全部有曬，嗯，啊！大家掃一下咧就知道係點噶啦。咁房間我哋由最細嘅開始睇，咁啊呢一間咧係最細嘅一間房，咁佢係朝東邊嘅，啊東邊。咁其實房間嘅交流標準比較簡單，係攞走曬所有家具，包括呢啲牆上面呢啲裝飾，啊。其實基本上就係一個牆同埋個地板同埋個窗。系啦，乜就冇啦，其他嘢乜就冇錯，系啦，上房間比較簡單。嗯，好，咁呢邊咧係個次卧，咁次卧呢邊咧係正南向嘅，因為呢個户型咧係三開間朝南嘅，陽台呢一間房同埋主人房都係正南邊，系啦。咁，嗯，我哋最後再睇下間主人房，咁呢間主人房嘅面積咧都算 OK， 三邊落床啦，然後咧正南向嘅大飄窗。咁啊喺呢邊就係望出邊，咁如果係喺十棟嗰個房間嘅飄窗咧，個景觀係比較 OK， 因為佢係望翻成個內園景同埋望埋個泳池嘅，係啦，嗯，咁呢一個咧就係89方嘅户型，咁呢一個户型咧，呢排咧我比較中意推，因為老實講，以前呢個户型冇特價嗰陣時候，我自己個人推得比較少，嗯，因為咧佢價錢都唔平，咁但係做咗特價之後咧。其實呢一套啊 ，total 賣落嚟一次性嘅話，連埋30000團購咧，可能都係67-68萬左右嘅啫，啊，一次性付款。哦，即係大概全部計翻落嚟都大概係68左右嘅呢一個幅度。係啦，咁如果你係買一套嗰啲量房啊，嗯，量房冇特價啊嘛，其實你一次性連埋團購都要600000嘅。係啊，咁呢度咧大過量房差唔多20平方，咁但係僅僅係貴咗。70000嘅啫，啊，所以咧，我覺得呢一個户型依家咧係真係性價比好高，嗯，啊，雖然佢的確係少一個洗手間，但係佢個價錢擺喺呢度，啊，想你差唔多係兩房嘅價買個三房，好，啊，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，對於一啲比較注重性價比嘅客人咧，可以考慮一下呢一個，即係投資嚟計會係一個比較好嘅選擇，嗯。其實兩個人都得，因為其實喺肇慶呢邊賣樓嘅香港客人咧，大部分都係退休為主，嗯，啊咁樣咧，好多可能係兩夫妻覺得冇必要買三房。但是其實你完全可以，你就當買個兩房，你那些房你不用的，你可以改了它。還有呢，這個主人房啊，主人房和這間小房中間那埲牆呢，是可以打通的。那我們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一個套房。沒錯，所以其實這個單位呢，大家是可以考慮一下，嗯，是的。好，那我們現在去看這個97的。沒問題。跟住嚟睇呢一個97平方嘅，嗱咁啊，其實咧啱先呢一個交付標準咧，咁啊光哥都已經同大家介紹得好詳盡噶啦，咁，嗯，所以跟住嚟咧，我哋嚟睇下呢個户型就 OK 噶啦嚇，係，嗯，啦，嗱呢只咧佢係一個南北通透雙陽台嘅户型嚟嘅，咁一入門口咧，左手邊會有一個洗手間喺度，一個公共洗手間，係啦，嗯，大家可以睇翻佢一個空間嘅一個大細啦。好，再過翻嚟呢邊咧，就係一個南北通透嘅一個雙廳佈局。呢邊一個就是客廳啦。阿光哥，呢邊嘅客廳開間有幾多？呢邊嘅客廳開間係3.45米。3.45米左右嘅，係啦。咁確實，其實呢邊睇起身真係冇啱先我89咁。開間嚟講係嗰邊闊啲嘅，嗰邊3.6米，係啦，嗰邊3米6。但係其實咧，啱先入到去嗰邊啲房咧，又真係其實冇咁闊嘅，嗯，可能佢個重心係擺咗喺個廳度。係啦，啊呢度個户型嘅房會大少少。哦，嗯，好。嗱呢邊就陽台啦，可以出嚟望一望個陽台。
如果你揀翻呢個三棟呢只97嘅話，就正正係我哋依家望出嚟嘅景啦，係嘛？呢一棟我哋所住三棟嘅97已經賣曬啦。哦，賣曬啦！2020年已經賣曬啦。咁我哋要睇翻十棟嘅。係啦，嗱，依家我哋十棟嘅97，依家咧邊啲有97？如果你想要同呢度差唔多景嘅，賣對面嗰棟。對面是12棟，這個，就是12棟了，是的，對面是12棟，那10棟呢在我們這個位置剛好看不到，因為它被8棟擋了，擋了被這棟擋了，是的，其實那邊呢，那裡望出去就是望回那一片的山景，嗯，是的，望回那一片，是的，望回那片的鼎湖山景，然後裡面呢，西陽台呢，就是望回裡面的內園，大家可以看到那一片的園林都在做著現在，哦，嗯，哦，即是這一棟的後面的那棟就是十棟了，到時97呢就可以一是就望過來這邊這個綠化，一是就可以透過這邊望過來這個泳池，望那裡，哦，即是望回這邊，望外面鼎湖山的位置，不是我說望園林，望園林，望這裡，老實說那個細陽台就望不到泳池了，哦，那個細陽台望不到泳池，哦，嗯，OK， 明白了，所以如果呢，因為很多客人比較喜歡這一塊景啊，如果咧依家想要賣有呢一嚿景嘅話咧，可以12棟，啊，十二棟嘅0304咧，同呢個係鏡向嘅，嗯，啊，所以你去翻嗰邊咧就係，是，可以睇到呢頭景啦，啊，但係12棟嗰啲咧就冇特價咯，12、11係冇特價嘅，所以個價錢會貴，比較貴啲。就係10棟先會有依家，就係3棟同埋10棟。係啦，冇錯，呢個係廚房，廚房喺呢邊。咁啊，呢一個廚房我個人覺得咧係會舒服過89嗰個嘅。啊，咁呢個我哋樣板房咧就冇裝嗰個門，但係當時交樓同啱嗰89個門係一樣嘅。嗯，即係會有翻嗰個趟門。係，啊，啦，咁啱89嗰個咧係 U 型嘅廚房，嗯，啊，咁呢個係 L 型嘅，啊，而且好明顯你覺得空間感會好啲，而且咧呢一個位置咧係完全可以擺一個雙門冰箱嘅。冰箱位喺呢邊。係，嗯，啦，雙門冰箱完全擺得到，咁啊交樓標準就一樣噶啦。嗯。咁我哋去睇埋另呢一個咧，就係嗰個西陽台。西陽台喺呢邊啦。嗯。到時如果係即係想要12棟嗰邊嗰個97嘅話，佢，西陽台係會望翻鼎湖山。佢咧嗰邊咧12棟咧，就相當於咧你喺西陽台咧，就係望呢一嚿景觀。哦。大陽台咧就係望翻新區嗰邊同埋鼎湖山。哦，好，明白。我調翻轉。係，嗯，啦。咁啊，三間房。哦，這間是最小的，是的，嗯，那這一間最小的房呢，那它就是北向的了，這間是北向的，嗯，啊，那然後呢，那邊這一間兒童房呢，其實你由這間房呢就可以看得出呢，這裡的房間的面積會比剛剛89那個要大一點，是會要大一點，是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這裡是放到一張書台、衣櫃和一個床，剛才那邊放不到，是的，這邊呢就是正南向的了，嗯，正南向的兒童房，主人房，啊，那這邊呢是主人房，那主人房首先空間會大一點，啊，而且呢有主套，啊，而且這裡有一點很貼心的一點呢，我們每一個單位主人房床頭櫃這個位置呢都做了緊急制的，啊，一個緊急，因為其實肇慶這邊賣樓的人呢，如果是外地的包括香港的，其實買來退休養老的為主，所以我們考慮到這種情況，所以我們這個小區呢一些養老方面的設施做得會比較多一點，哦，即是不單止這裡，其實有很多樓盤都會配備到這樣，是啊，然後我們包括這個小區呢還有一個居家養老服務中心，嗯，還有一個老年人服務中心，其實這些呢在其他地方的時代樓盤就不一定有，嗯，在肇慶這個地方我們會做，啊，這一個是我們主人房的飄窗位，嗯，啊，它都是正南向的，如果是在11、12棟那裡呢，這一間房的景觀就很漂亮，你躺在床上就看著泳池，啊，看著泳池，啊，真的漂亮很多，好過這邊看著一條街，是的，這個有個主人房的套間，一個套間，嗯，我們可以看看它一個大小的，嗯，咁啊，講緊呢只嘅話咧，呢只嗱三棟呢只就已經冇貨啦。咁，嗯，如果佢擺翻喺十棟同埋12棟分別嘅一個總價係去到幾多？如果係10棟嘅話咧，呢一個總價咧，如果係一次性咧連埋團購咧，大概要去到差唔多78萬左右。78萬左右。嗯，十棟。嗯。咁啊，如果係喺11、12棟嗰度咧，咁咧就要去到差唔多83萬。
你講的呢兩個價格的話，佢大概是在咩樓層左右？我講的咧就是你中間樓層都買得到噶啦，中間樓層，中間樓層都買，因為我覺得咧，你報價報最便宜的冇咩參考意義。即係報中間嗰啲。係啦，上我報，你想買高啲，你自己就加多少少上去咯。我哋中間是最貴。中間最貴的肇慶呢邊是咁嘅，肇慶呢個地方咧，除了望江、望湖呢啲咁嘅單位之外咧，其他樓盤咧。中間最貴，然後往兩邊遞減，因為你嚟到呢邊就發覺肇慶本地人嚟睇樓，問十一、十二樓呢啲人係最多嘅。即係你啱先報嘅可以話係最貴嘅價錢。我啱啱報嘅基本係差唔多係最貴嘅啦。咁樣咧，肇慶呢邊賣樓咧，譬如我哋呢度層高係32啊嘛，32咧一般15、16、17呢三層就係最貴嘅樓層。係啦，反而所以好多香港客人佢中意買高嘅咧，高嘅反而仲平。好明白。其實我們現在只是需要看兩個這兩個示範單位就可以了，因為剛才光哥也有說到，其實我們73那隻兩房的話都是和129基本都沒有什麼貨了，都是只有2345和一個14一個15了，都是只有這幾個樓層都沒什麼選擇的。然後還有一個100平方的話，其實100平方和剛才我們看到的這個89的話，它是這個一樣的戶型來的，一樣的戶型，只不過就是89的一個plus， 係啦，多一個套次咁解嘅，冇錯冇錯，係啦，咁大家去參考翻呢個89嘅就 OK 啦。不過相對嚟講，性價比可能都會比較多人選擇翻呢兩個。係因為咧，最主要係我哋依家十棟有優惠，所以咧近期成交嘅客人，無論係內地嘅客人定係香港客人。都是十棟的呢兩個回合，都是以翻89.97為主。冇錯，係。OK， 好啦，嗱，咁啱先89.97嘅一個大概嘅總價，大家都 有了解到啦。雖然另外嗰三個職係冇咩貨，都冇乜人揀，但係我哋都要可以講下嘅，以防係有啲朋友仔咧，其實有興趣。係，係啦，75啊，同埋129啊，100啊，其實73嗰個咧。揀的人很多的，其實73永遠都是我們這個盤有新貨會賣得最快的，小的，但是因為一期的73真的賣光了，要等到去二期才再有了，73那些一次性付款連埋團購60萬，如果是按揭的話大概去到64，如果是100方那隻呢跟97的差不多，83萬左右，一次性，83萬左右，同97嘅差不多嘅。如果129咧，一次性付款咧，連埋團購咧，大概去到107萬左右。107萬左右。係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呢啲總價嘅介紹啦。好，明白曬。另外我想問翻啦，喺呢邊嘅話咧係有香港直貸噶嘛？有嘅，係啦，光哥可以同我哋詳細去講下呢個香港直貸呢邊。可以啊，我哋嗰個呢邊，因為呢度有部電視機。好啊，係啦，咁樣啊，我哋香港直貸咧都，我哋樓盤都做得好耐咯。由舊年一路到依家都有，咁我自己個人都做咗20多套直貸嘅客人，係全部都做得到嘅，都冇問題。咁樣啊，第一步啊，我哋做嘅。香港直貸是香港交通銀行的，是真正將你這套內地的樓抵押給香港銀行，所以個利率呢就跟回香港的年化3.25%，很低了，差不多是內地的少了一倍，因為老實說現在即使肇慶人在這邊辦按揭了要去到6%的年化，是香港這裡3.25%，這樣我們正常就是30%的首期，30%的首期，然後呢跟銀行借70%，咁咧就冇話一定要借夠幾多少錢以上嘅，冇嘅，因為我做過一個客人咧，係做呢個量房嘅按揭，同銀行貸咗42萬啫，都係做得到嘅。咁所以咧呢個就唔使擔心。咁樣啊，成個嘅流程，簡單同大家講下。首先確定係要邊一套單位，而且確定係要做按揭之後咧，交20,000嘅誠意金。大家記得係誠意金，因為交了誠意金之後我哋呢邊會幫你保留住呢套單位，然後我會幫你聯繫翻香港交通銀行的客户經理同客人去對接嘅，咁樣客人就將啲資料咧發俾嗰個經理去審批，咁咧佢哋嗰邊大概需要3個工作日嘅時間。可以將個結果話俾我哋聽。OK， 個意思即係要睇下佢做唔做到先。冇錯，佢做到啦，再轉訂。冇錯，因為咧，
香港直貸咧，佢唔同得話內地呢邊嘅銀行，內地呢間唔得，我仲有好多銀行可以試。係啊，轉到得。咁但係香港直貸只有嗰一間，所以我哋就為咗減少客人嘅風險咯。所以咧，好人性化。係啦，就我哋確定銀行嘅經理同我哋講咗啊，呢個客人資質 OK 冇問題可以做，我哋先將你嗰20,000蚊誠意金轉成定金。咁如果嗰個經理話哦唔得啊，你真係做唔到，咁我哋可以隨時退啊，可以退翻。係啦，好方便嘅，你唔似訂金，你到時要走流程有呢樣嗰樣。係啦，所以咧就客人就唔需要擔心呢方面嘅風險咯。咁啊，確定咗冇問題之後咧，我哋就會聯繫客人咧去交埋首期噶啦。咁我哋開發商呢邊收咗首期之後咧，馬上就會出中辦嘅認購書。咁我哋中辦嘅認購書會提供俾銀行，銀行同步會出同貸書。然後出咗同貸書之後，佢哋會聯繫客人咧去香港嘅交通銀行嗰度簽同貸書嘅。簽完之後，銀行會將同貸書寄翻俾我哋開發商。我哋開發商收到之後，馬上出網簽合同，然後打印出嚟寄去香港俾客人簽。成個流程由你準備資料，再到你簽網簽合同咧，即係香港本土疫情。全程喺香港。係啦，全程喺香港。然後咧喺香港疫情冇咁嚴重嘅時候咧，其實兩三個星期搞得掂㗎啦。但係依家咧，香港本土嘅疫情比較嚴重之後咧，香港交通銀行佢哋上班咧，即係好多變咗居家辦公啊，所以工作效率咧稍微冇以前咁快啦。依家我上個月都試過，依家差唔多要一個月，差唔多一個月，係啦，成個流程搞掂，都唔算慢咯，但係比起以前就慢咗少少。咁樣咧，呢一個服務咧，成個咧就係完成噶啦。咁樣咧，全程客人俾嘅係港紙。然後你以後供款都是供港幣，而且你以後供款的金額啊，同人民幣的匯率是無關的，因為你呢個做的香港直貸咧，實際上銀行借俾你的是借港紙俾你的，只不過銀行會將嗰筆港紙變成翻人民幣匯俾我哋開發商啫。係啦，所以咧客人就不需要考慮呢個匯率的波動，因為無關的咁樣啊，辦呢一個香港直貸咧。按照我哋呢度嘅房價，大概客人要一次性交18,000到22,000蚊嘅手續費。呢一個咧，18,000至22,000。係啦，呢一手續費。呢一個咧係銀行嗰邊收取嘅。但係咧，有一啲香港嘅客人都同我講過，其實呢個佢哋覺得好正常，因為佢哋喺香港買香港樓辦按揭咧，個費用仲貴過呢個。呢個必然嘅。係啊，所以咧，佢其實同大家解釋一下呢個費用係點啦。咁樣咧，佢因為呢一個真正係香港直貸，佢咧係要將呢度內地嘅樓抵押俾香港銀行嘅，所以嗰邊嘅香港交行咧會委託一個內地嘅律所咧，幫佢哋去嚟呢邊咧辦嗰個預告抵押。有一個公證委託費喺呢邊。然後佢哋銀行本身辦呢個直貸嘅服務咧，就係有嗰啲咩火險費啊，同埋手續費喺入邊嘅。咁我計過噶啦，基本就係18,000到22,000。咁係嗰邊嘅銀行嗰邊收嘅，同我哋開發商呢邊咧就唔關事。但係咧就提前知會翻客人有呢筆費用咯。係啦，即係都係視乎翻實際情況而定。係啦，就係。咁啊，呢一個咧就係成個直貸嘅流程啦。咁其實客人就可以放心，因為呢一個由你確定要做開始，就會有銀行嘅經理同你一對一咁對接。所以咧，而且我自己都做過好多，這個的確係可以放心咁做嘅，我都比較推薦。係咁啊，呢一個咧就係關於直貸嘅介紹。好，明白曬喎，非常之詳盡啦。咁我相信大家亦都了解得非常之透徹噶啦。如果仲有啲咩唔明嘅話咧，就可以喺評論區留言，評論留言又或者係直接 WhatsApp 翻我哋都冇問題嘅。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可以補充。仲有啲咩嘢？呢度依家咧，時代年華可以港幣付款。港幣付款嘅。係啦，因為咧，依家我哋呢邊咧，即係會有個香港户口。冇錯，我哋重新開通翻咗我哋時代中國喺香港公司嘅帳户。所以咧，客人無論係按揭又好，夫妻又好，你嘅房款或者首期，可以直接用港紙嘅方式咧存入我哋香港公司嘅帳户。咁就非常之方便啦，就唔使話你再去落點樣諗辦法，又點樣去轉啊，又地下錢莊呢樣成咁樣。第一，唔收任何手續費。第二，我哋嘅匯率咧就按照翻當日實時嘅中國銀行嘅折算價去計。所以咧亦都幫客人慳翻呢個去酒店嘅嗰啲成本。亦都真係方便好多。係啦，咁而且咧，我哋你轉咗錢入去之後咧，我哋香港公司嘅財務查帳大概需要兩個工作日。查到之後，我哋呢邊馬上出收據，馬上簽合同，一樣嘅，唔使話等嗰筆錢翻嚟內地嘅，直接就搞。係啦，咁呢一個咧都好方便，都可以同香港嘅客人去介紹一下，我覺得。
好，明白。嗱，我相信你哋都已經明白得差唔多噶啦。咁啊，仲有一樣嘢咧，我係同大家講翻嘅。啱先亦都講到啦，其實對於嗰只73嘅兩房啦，咁其實應該都有好多跑仔想都中意嘅，因為佢哋都係中意啲細單位啊嘛，有好多都。如果係中意呢只兩房嘅話咧，其實我啱先都有問過光哥嘅，二期嗰邊咧係乜嘢？依家乜嘢都見唔到嘅，我都有問咗佢係幾時起嘅。咁佢話係大概係今年嘅大概七八月份到啦，亦即係話可能一期呢邊差唔多交樓啦，嗰邊又差唔多起啦咁樣嘅。咁你哋可以大概都知道下呢個時間咯。咁其實就有啲差距，因為我哋呢邊交樓咧係明年嘅六月份。咁啊，其實二期嗰邊咧，今年嘅係今年嘅七八月份咧就會有一到兩棟樓會推出嚟賣啦。首先四棟咧係百分百會推出嚟賣。但係73方咧四棟係冇嘅，係啦，所以咧73方就難講今年仲有冇新貨推啦，係啦。好，咁即係我哋大家都係會將呢個重心擺翻喺呢個89同埋97。冇錯。不過相對嚟講咧，無論係呢個户型啦，點話係呢一個冧心啦，一個總價啦，其實都係相對比較吸引嘅，都係一個比較值得上車嘅一個水位嚟嘅。再加上依家時代年華咧，有住一個咁好嘅香港直貸啦，又有個香港 account 啦，咁可以俾你直接俾港幣啦，有啲咁好嘅政策喺度咧，其實係即係非常之去便利翻我哋香港嘅一個跑仔咯。係啦，咁樣其實呢樣嘢都係比較好嘅。好，明白曬，咁麻煩曬你光哥。唔使客氣。係啦，我哋同大家講聲拜拜先。好，拜拜。